是整天提心吊胆的，你就怕被哪里抓到啊。他自己也想安安定定找个工作，好好的过过做做人啊，这个是成立个家。来这多长时间了？来了10天了。你是吸鸦片的还是海洛因？鸦片。有没有决心戒掉啊？把这烟？哎，戒心了。啊、哦。然后一个都改掉了。在我们采访过的戒毒所，几乎所有来戒毒的人，都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，甚至还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脱离苦海的决心。这年轻人呢，让上毒瘾。现场指导侦查破案工作，并要求各有关警种密切配合，全力尽快破案抓获凶犯。据有关部门反映，这次凶杀案被杀害的屋主吴某等7人，有4人怀疑是香港或外籍人士。目前警方正在全力侦破此案。广东台记者报道。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，有一位年仅36岁的留日生态学博士。在回国的短短4年里，他承担起多项国家和中科院的重大项目，为改善广东省的生态环境默默耕耘着。他就是荣获了广东省杰出青年科技标兵称号，现任广东省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站长周国义。作为中国科学院特批研究员的周国义，1994年从日本回国后，主持了多个项目，并先后在国际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6篇，完成生态学专著2部，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个奖项。说到从事生态工作，周国义除了出于自身爱好以外，更多的是希望将自己的所学用于社会公益和经济建设，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。毕竟一些年来呀，这个由于这个人们忽视了这个环境的这个保护，因此呢造成了很多自然灾害。而这些自然灾害呢，都我认为都与这个什么森林的这个功能有关系。我的工作，能够改善我们的，我感觉。